我就是托这地州大乐沟啊，都是工作量多，工艺精行的。因为这个地州大乐沟这边豪迈气势，还有这边杂草齐面啊，可以打这个表演者来所表演出来这边古乐感。哦，但是呢，有这种自信，确实呢，就是咱只酒厝五社区，经过这管理个建设发展，变回拉拢大家个印象。啊，那么我哋好好来大家介绍一下酒厝五社区。啊，各位海关先生呢，转来可以来就推推一下，这点呢是相当有特色，好在广东们呢是高食高香。酒厝五社区呢是两个区十二个北村、西环、崇义村、嘉义个西环村之一。近年来呢，社区加快建设梅里乡村、西环村。三台西环村甲都市三台阿文，同时打造三台观光龙里乡村个地方特色，良好个三台环境甲人文环境，提升了社区居民个活力感甲幸福感。那么今天呢，咱四海第一个片影个到来，也希望能够为咱社区个文化景象呢增光添彩。好，那个好戏呢就来接电。下面呢有请一口双手吴伟清为大家带来《池州直定探大枝》介绍者。
花开醉，斜阳东，何来东流多开遍？每更夜夜想灯红，大家情孽叹大悲，今朝。这下我请大家都来这去迟早一件烫大子，唱碟啊！伊做刚刚刚呢，就是跟你讲是一件相当大的事，因为做你呢这破灶啊，今麦破灶来了十七人，所以如果无一件改动的时候，你有命就来唱碟呢。但是现在唱碟架讲嘛，现在你只有个破灶大，就快来唱碟架。咱说了，现在这个碟架大舞台的么吼？今天我们呢，感谢有庄严老师、有铁友呢，跟我王阳老师个张茂庭都会来。今天我们好准量呢，都是家己人出的哈。我家己人做伴走，点点滴上袂行。不过因为很多个这点手段呢，然后咱唱碟呢，变得用过起来。等将呢，水平有贵有低。那么接下来呢，将有请那只碟手个邓卡兰老师为大家演唱《喜迎何有来》，介绍下。感谢邓卡兰老师，接下来呢，有请三号撇友广风为大家带来《雪花飘飘伴行人》，有请。中立地无爱护的恶魔
吃烧双手流包。下面那有吃一号票友，二号票友，接待。有吃。平顶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你这道小团呢是由东港塑料厂与塑料部组配，塑料用的一款广东地界，我有塑料文化艺术学校生活界四海电影全球地界票会界行店。那现在呢是到九处红通的加拿大向全球进行行店直播。那么刚才这三组票友影响之后呢，究竟将来面上演，那团长庄严老师的意见。喂，经过我评委组的讨论啊，首先委派我来发言，非常高兴。只头一组的选手呢，也让我感觉非常欢喜。昨天呢，三位其中两位是我昨麦的嘉宾，魏晴兄以及光峰呢，都曾经上过双头电台的特级大舞台。所以这次呢，从听证变成参加活动的选手，本身呢就是一件好事。三人的印象呢，我想来打一个魏晴兄。魏晴兄得听独狗，有一支狗队伴奏。咱个规咱个规定呢，有条件来可以带狗队来。所以魏晴兄呢，就把这个条件扣出来了。刚才小汪打加队吼，加队非常好。魏晴兄的印象呢是檀火，这段唱呢是檀火声个，有比较好个味道。另外呢，印象也比较放松。但是东江呢有一个地方高音呢，还是会有走作的件。另外，既然狗队伴奏，那么狗队本身也着算排量甲盘黑。刚才那个狗队迄段呢有人机戏无必做，只个物呢可能多少也影响咱整体的效果。特别是等咱录音起来之后呢，狗队的伴奏时候稳重很啊，也是甲双手的影响呢有一定的关系。好、哦，今晚多盘黑多排量。当时为卡人，卡人个台庆非常好，出台呢就本人一阵喜气，特别是你个这个妆，甲你这个神情呢，都对观众对评委是一阵吸引。不过你个声线，双子等枪等呢也是学得，也是双得非常好。不过这等枪等呢是一首调曲，确实调曲个音响呢可能甲调曲个枪等呢伊稍有区别，咱爱增强滴个歌腔声。好，就是只能够区别曲甲这个腔调个唔同，另外可以声可以再把握点啊，再流畅点啊，就是呢更能够体现调曲个特点，体现你声线个优势。谢谢。第三位官方，本来我睇到这个参赛表呢，伊是罗丹个。另外一位双手可能是因为其他嘅原因冇参赛。感冒。所以呢，伊就即枪攞。即想攞本身对咱票友来谈的是一个挑战，哈、哦。以往咧，我知以往咧是请请以规模个为主，即次呢就横穿了其他个省个一部分。我觉得本身呢是能够做状态已经非常不错。不过作为省个影响呢，唔单是声音上个变化，因为需要动作上、光幕上、形体上个一些变化。到这方面呢，可能也是准备的时间会要多，哦，可能我无变真正来做够。落来有机会呢，请多做三位专业的老师呢，来多加来辅导。坐下，谢谢，坐下，老师点评，坐下。咱今次呾第一个团声个进行呢，伫苏南呢都来简单个努力。那么这次个四海电影全球第一票会啊，即活动开展以来呢，可能得到了广大票友个热烈个支持，踊跃个参与。伊人呢都表达了爱保护第一团声第一只个决心。那么作为专业个老师呢，也是相当个欢喜啊。今日呢，咱个指导老师国家级警官邢美芳老师将为大家带来精彩个助音节目。梁黎吉涛介绍下。梁黎吉涛啊
刚才韩老师，那么让接下来继续来分析咱个片友精彩个演唱。下面这首曲子呢是来自和片友洪淑芬，演唱开幕是白老师说一个唐功能介绍一下。一路平往往，平时里爹甲鬼，开秋公主的平素的这不当。唐母啊，东李楚王武王崔黄刘祖门红的一百年，昂天王吉阳都天家寿命风修道为会可。一杯，回口一杯。唱的呀你呀多多恩用怀藏机你你的阳光你是无望你会是为这些你也可可可可这地洋地洋，哎呦呀，月水吹高，吹东流，这是你下轮，地洋地洋地洋。坐下坐下，哎呀，客人热气。咱来请出对我和片友是林彦宏，为大家演唱的是《目望今宵山海面》，有请。
坐下坐下。接下来对六号票啊、是很漂亮小姐姐，一港猫，所以呢这个啊来节目太小，压力比较大，所以就跟你打枪底，一个英文个主持人外国朋友都是摸港猫哎，条件不允许啊。大家接下，下周很漂亮为大家迎唱刘的。那有请洪秀斌、洪世宏替有请台，收起来。这次的比赛有整两个，有两两个组合，有三两个组合。那来团队当个专业的指导老师啊，评分。首先我来带七口双球秀斌兄，
应该准确来讲，我就叫做白小平白。我即个年龄有变，即个强就是已经是非常不勇敢了，非常不错了。我提这个意见就是，过门的时候，卖去讲清情感的短个，一句一句一二句，即过门一个空间，卖去空个，啊，两字落来，已经不错。然后就百合双桥啊，西红柿。今日是紧张死啊！时阵呢，啊是那感冒，起来到过紧张，紧张到个后领家己无变控制了，这是一次意外，希望下次能够继续努力。到何双潮山，咱这个组合确实是非常用心嘛，服装啊，包括动作是家己平摆个，也是有老师指导个。老师指导诶。推出那特别的用心，就请非常在正，讲清也咪个拢非常到位，非常好，多谢您。谢谢。多谢。多谢。那将其他的双球，一个两个双球，请接台来，来，请。观众朋友们，今日个四海蝶影长久蝶结飘回，同一点走进莲藕庄店呢，交接另外结束。那么咱下一期呢，将会继续个热线一段莲藕区个招商。再次感谢协会单位是怡亨地产，特别赞助白凤山彩虹核心局，支持单位创思服饰对帮助党个大力支持。今日走进莲藕庄店个票呢，将会得到白凤山彩虹核心局或者是创思服饰旗舰个爱心礼包一空。感謝朋友們，咱下期。當場蝶影贏到兩隻四海雄心，平頂以及同時其中的觀眾朋友們，還有加拿大的英豪，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四海蝶影全球蝶結票會走進蓮藕莊店。那現在咱們來是通過山頭加拿大向全球平頂直播。我是主持人陳光。由东江山头酒与山头宝主配，山头永白集团广东蝶结宴，山头文化艺术学校承办嘅四海蝶宴全球蝶结票会活动，自十一月冬笋启动以来，雪爆朋友圈，迅速成为了热议话题。报名参加嘅票也是络绎不绝，非常踊跃。大家嘅声望就是全省爆火蝶结艺术。那么咱来到现场指导嘅老师呢，也是悉心指导，让咱嘅票友既能够结交新朋友，同时呢也有新嘅收获。今日出席现场的指导老师是广东蝶结宴山团团长、山头蝶结圈国家一级演员贾继松老师，国家一级演员邢梅芳老师，山头文化艺术学校教师国家一级演员谢义当老师，山头戏迷协会副会长。山头电台资深主持人邢昂老师，欢迎四位老师的到来。刚才啊，甲大家即个介绍了酒厂即个环境，甲酒厂的革命呢聊天之后，才知道，哎呀，即个酒厂呢确实呢有两大工烧，即个工烧呢就是大恶一件。迄时阵呢，因为咱即个现在所多只店吼，环境优美。即个空间呢，更多空间是高湿高香，但是以前这个是个店呢，曾经呢是一处脏乱差个店。那么经过这管理个冲锋之后呢，大家同样是将个酒厂个遐里啊吼，这个路灯，然后呢道路是水泥路，但是呢有只光电可以来生活只活动，有大型个停车点，大家坐车呢停有半个壳，不但塞来塞去，不但会丢失个情况。所以现在地方吼。咱生活呢也是幸福甲美满，看到这都是只管你唱功嘅功劳。另外一个呢就是恒喜，因为咱只遐里呢，看到是一个本命嘅遐里，只多么呢又好做这个家庭啊，被评为本命好。比如集团恩先生嘅家庭呢，获得了全国本命家庭嘅殊荣。确信呢，革命嘅文化生活呢，也是相当嘅丰富，让大家喜睇啊！
这戏台呢，好戏不断，大戏不断。啊，叫每仔囡仔都有只个节目来做个剪映，所以我跟你讲，有只艺术个风头，相信那个革命，这个文化素质、艺术个细胞呢，将会增加。咱或是请社区个革命通过演唱来表达艺人欢喜个心情。下面咱有请叠加票友九处文革命邓淑恩串回乡，为咱带来满怀热血。邓吉清介绍者，
No, 刘伯。哎呀，侬咱这个请来问我，够有气势哈。托您袂紧张咧，是不是今次姐太啊？还是有点紧张，但工作也是还是兴奋。哦，兴奋哈，因为今天来见起你个太，那先的话，我中央老师哈，这做个光正哈。平时今次顶太正点个？哎，是有去乡村乞食啊，噶舞台唱着个，好，那就从当认识了好在好朋友，包括个回乡也是用唱着个认识。哦，好相交了，但现在有新朋友哈，好，坐下。刚才我大概介绍了那个今麦指导老师，就当来话贾继松，贾继松呢是一个蝶跳。诗城本中央可以当你相当有名啊，请小人光带光正啊，撇有个喜爱。其实啊，贾继松呢一直心情空啊，对喽做碟剧导演之外呢，因为会说相声。今天那个吴小江终于大概变成一段相声跳起撇有，有请。大家好，我是老兄。冲！我是老兄，我是舅阿星。哎呀，见将军不由我暗暗生，暗生两样。哎，我是因厝边头尾的老兄，我个名叫吴孝江，今年79岁。是爱来招配相声个。哦，你是厝边头尾啊老兄伯，我是小那来迎接米会。台里之声打榜，你好是张跳个行当。哇，老师硬过得啊！是啊，我就是个张跳啊。这张跳无遐高，必须过难个机会。你两时来睇下。哎呀，哎，小子来啊！哦，你听，姐姐哥，我的，啊，我的，隆咚堵啊！怪好，这就是张跳的基本功。所谓台顶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哎呀，做一下老师好了。吴老师啊，要人家相声演员，卡也有基本功啊。哎呦，有喏。你听哈。当门当厝当公当妈，正该当过大过乱。唔如西门西厝西公西妈，正该西过住更大过。当门当厝当公当妈，正该当过大过。好，波都袂啦。哎，大神，唔是啊，我是那我来说相声，阿廖你来唱做调客。啊，老师哦。你来配相声，我来唱到调客，哪能达人正合适？你看，你爱用调客来配合我的相声。是啊，人啊，总书记来到咱潮汕视察，就配着咱潮汕个每只，也打着咱个调客，哇，这调客人要将调客来发扬光大。哦。你是要把将调客融入相声，是，才更在个咱啊认识调客，是，听调客。哎呀，没错，这秀才在了做，这次就来弄个红苗的口碑。老师，他这也是头来哈，一听就知。哎，入耳爱好，这个眼归正灯，你来介绍这个。哎呀，我生哪来本姓张？哦，你原来姓张，现在姓哪？出自何故？上家爹爹
呀，不肯命咋上？我虽无在籍的那个人啊，走，这哪个人叫好名字？我的名字那欢草，六十长娘，两鬓影啊霜。这路叫好名字？我叫哪记者？哦，哪记者是根据海丰民间故事改编的名角，到潮汕地区流传甚广。是是是是是啊，老师啊，哈喽！哎，我二十多岁就听过。哇，这五十多年做个调客了，我会记得，也真实是天气调。哎，只要就是调角的魅力。嗯，好听的曲，句句都会记得。是啊，是啊，这也是我来参加这个扎马的初心。哦，遐，咱就继续。哦，好，来来来来。哪记住？你家住何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哎，啊，调曲唱作刘家歌曲。哦，家亲需要也不贵哩呐。哎，那爽，那爽。不过，黄土高坡是到大西北，敢无好远？哎，无啊，老师啊，事实咱广东近来也有好侪黄土高坡啊。哦。不过，咱就叫做山来，也是叫做客店。哦，对对对对对。现买一大耳仔个山，拢光亮亮，寸草不生。哎呀呀，好叫做黄土高坡咧。是啊，是啊。就在哪里是客家人？不是不是，我是正正宗宗个爹山人。你是娘山人？嗯。遐娘不改嫁，莫就就地出差，做你就拼到遐远过去。哎呦，想当年啊，丢山闹饥荒，人人三餐人都家家子心人抱，做娘人来收留翁婆囝。翁婆囝，夕阳高，一秋客，凄惨丁丁的。这也是黄金岭的唱段。日暮把窗折动，眉毛山水三界。那是么子？两本的唱段。东西正南北拖直路顶里样高兴冷硬哦，是这些艰苦才来到兴冷多亏那个夕阳你样命小刘不见呀真门听硬哎好了好了好了总算有个掉了哎呀现在只出五头高坡还有多少吧无，这是兵敌车锤，何开几代？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老师，你抬。抬咩啊？啊，来，红山塔亮叮叮，翠马旗呀，飞扬珠黄虎的天下。哎，黄虎的天，哎哎哎哎，等去点啊？等来钓山、啊哦，哎呀，家母念念不忘家乡故土，叫我着等来乡里认祖归宗。啊、哦，对呀、啊，落叶归根，是那海内外乡亲的共同心愿。是呀、啊，是呀、啊，哎，哎呀。翠绿露天沙坡，沙沙五步，转身就来到昌平路。哎呀，高楼大厦真美丽，有红地正通南花何时栽？这处处江灯角彩凤美天。哎哎哎哎哎这是东山王庙的唱段，东山王庙甲苏人庙是潮汕地区家喻户晓的经典景物。哦，是啊，是啊。四十二年斋，嗯，十种子期来汕头就看过这出戏。
哦。哎，我会记得啦。啊，佢个男主角叫姚双秋。是是是，哎呀，姚双秋老师，希望着个国家级个非水团成人，老西北康快非常个，哎，望只后生人非常敬重个呀。哎，今后出钱我也有退过。哦，就是啊，老师啊。呀，爱唱哪句？是是是，我会当上会听。哎，今出戏我也有听过。哦。哎，也会唱哪句曲？红就是。哎哎哎，呀，麦谦和麦谦。来无听。哎，麦谦和麦谦和，妹妹妹，哪句来供大家欣赏？来来，掌声欢迎，掌声欢迎。啊，不是不是哎。哎呀哎，来来来，老师啊，请。哎呀，我就来唱跳了啊。那边是阳山山，配爱山山宝哦。哎，这，老三老三，莫耍枪，莫耍枪。哎，兄弟。啊，该窗花蝴蝶山山舞啊，这是山山配爱山山宝，是不呢？啊呀呀呀，正经啊，你唱来听。那边是阳窗花蝴蝶山山舞，当当当当的个哒当，我这里只托着男子舞上上啊啊啊啊啊！哦，怪好听，怪好听。哎，你来唱头鼓，我接二鼓。哦，就这样，好哩好哩，来来来来来啊！那边是阳窗花蝴蝶双双舞，当当当当的个当当。我这里不爱男子正不奴生。哎，老老老老师哦，有啦有啦。哦，那得那得那。坐下坐下。刚才侬能赢了好冇？好，让前浪专业老师点评来。开光姐，明天有请如何撇友党会会迎将中将春风桃李机，有请。
前妻，所以下面呢，有请对三号片友唐祥公为大家吟唱这个《一片心思火红英》，介绍下。
谢大家。请三号双手刘波。哎，我们有请一号、二号票，请台，有请。来，下面来推推那个庄阳老师，杨平仔。哦，我来答者。所以打一号，这个麻花一只块蛋结清，恁这个组合，过于想去表现恁家己，所以嘛，到底个滴那好强诶，渴望感觉就是相对来讲要强诶，强诶恁放松落来，放松，卖个滴到话是多硬气。恁过于认真，所以嘛，个滴呾整体来打呢，就个滴呾好唔舒服，是叫做对，我打对三号。好好好。对三号呢，你就确实好紧张，个滴呾你唱了点多对多对，啊，这个是啊，幸运老师，幸运老师你来。好好，我补充者，补充者。三號雙超呢，就是你度執走住咧，可能就等攝光，唔係單你故意嘅，就是攝光上咧，你我要咧速字要慢，速字要慢，變到度學在小集嗰度咧，你就點搭條執走，點搭嚟執走，所以落嚟咧，喺改字下啲位度多字方面，再用嚴謹啲嘅，就算你聽起來正佳呢就比較涼光，起碼執走上咧就唔會觸夢呆。但拍風上咧，可能就會幫你更觀嘅風，嚇。要不將你呢條定咧，但側手上咧變咗五六隻雞，比較明顯嘅色覺。自己自學啊，回杯那是少不去就孤了。直接咧都非常喜歡唱劇，並且也愛唱劇。依個劇咧非常無比，特別咧依個畫偶非常好。因所以話曾經日度側麥凳播歌而學在唱凳。所以見咩佢就高興咧，多只係調客，台間佢就在鬧朋友，鬧聽友嘅現場。我就覺得咧，佢哋提一個建議，就是現在呢個現場咧，風聲就是風聲喺度嘅假聲成風咧，偏要在了。因為咱調腳咧，向來就只掛為專業嘛，都是有體會嚇。調腳向來咧，還是以實聲為主。不光是男聲還是女聲，實聲為主，聽起來呢有力舒服。當將到高音的時候呢，還是需要用風聲，高音才有變改革。但是你從我呾正佳嘅現場呢，假聲嘅聲風比較重呢，聽起來呢就唔咪會就舒服。咱老歌聲呾有時就叫做聲聲貴，特別是用風聲比較在嘅聲音去強調嘅，你嘅當地音呢就比較惡落啦。所以我覺得調整一下，調整一下之後咧，可能你嘅聲咧會量會更大，你可能聽起來咧會更加嘅舒服，嚇。你要注意自己一個雙手咧，我補充一下，那主客呢，主客肯定是要有意義嘅。你本身能夠攞能正做出來，本身就非常好。但是你叫到主客呢，你硬要對齊或者整即加即大音攞嘅效果，即加即加即愛大音三嘅效果，就是呢。该组合就会赢，但是恁双老这首曲呢，老师打这首曲呢，似乎无咪适合组合演唱。恁爱正所以会就恶，因为如果啲嘅唔正所以呢，就隔啲其他腔调正难坐嘅。所以只要想嘅组合呢，我要食亏啲啲嘅。好，恁见冇恁攞恁好配合，但是双出其他嘅曲目，好嘛？好，多谢。多谢老师嘅精彩点评，同时那个片友。今天那个指导老师相当好啊，我顶天呢我亲自表演。接下来呢，咱将有请山头文化艺术学院教师国家级演员夏义当老师为大家带来唱段《春风永驻玉门关》，大家请小请。
坐下下，老师。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收听的是四海蝶音传教蝶家蝶会走进灵湖区的庄店，现在呢是由周春梅来行蝶蝶歌，春雨蝶文会黄正蝶家声，接下来呢，咱继续来欣赏蝶友的精彩表演。来，有请四号蝶友刘丽勇演唱《逆风传奇》，有请。坐下，坐下。下面呢，有请队伍好朋友柯杰斌为大家演唱《直发如山不回头》，有请。
小刚不假是会乱无望不过好明示在我鬼的其实我里有同病王中老阴好啊今日的你呀请点击样将甘苦一起生到今日通天不妙切我今还如山不回头坐下那优秀片有苦界兵下面我们有请六合片有老树花鬼秋金演唱三回耶有请
台湾虎乐国客，虎乐门姑，江江飞。后悔之意么？有时两公一熬一时的事，不可忘了此计。是，年轻，随我来。谢谢。哦，请留哦。那我请四号、五号票上台，有请。来，调坐定。好，请那个指导老师指导指导者。我难到古吧。首先咧，我也是一个来学习的机会，哈，我个学组来下边坐，以前我也是在顶边表演。听到音乐咧，上台有一点非常光景咧，因为我弹了一个咩，就是执行，那到台顶，那叫执行。我老师教我个，行到那边顶，走路上桥，下边你咪弹两个咩个，走路上。所以咱嘛可以呐，做漂移哇。到平顶的时候呢，有点啊枯爽，然后啾啾扭扭，啾啾扭扭就没了。咱搭上去平顶呢，就要将最好的一面顶起去，下半个咱推。所以咱明日我就上强，咱就好亮，咱要推，咱就领队到去平顶就爱好亮，然后我就上强。所以现在有自信之后，才有底气，有力。那不到唱起的过程中，感觉呢，呵呵。哎，你到戏台顶呢，咱就咱往叫做就倒会上吊，就会高飞，啊，有个戏台顶个飞，平时论啊，年轻啊，莫年轻啊，吼，伊才是戏味，才有戏口白，来食不得，来食不得，哈哈，啊，唔平哦，所以咱当人搭上戏台顶个时候，天恩立腰收吧，收定个下海，下海咩翘翘，下海翘翘，夹定那个咩牙牙。哈、啊，小弟惊，就是咧，咱注意一个台风，到表演的过程注意一个台风，自信的惊，嘎嘎呢，妹啊，啊，咩个，嘎嘎咩个，非常好，感谢大家。坐下，坐下，坐下。自信的惊，自信的惊，有请七号选手王逸恩。影像写将秦京浪姐浪武将，曲目不对，他的曲目。
多谢。下面有请八号票友何树吉、邓伟明演唱《烛火天台》，木春熙有请。有请七号、八号上场来。
请那个指导老师点评点评一下。小水来打七口双桥演者，我就会开始是觉得的特别好，还特别好咯。但听听后尾有点紧张，我甚至有点出错。但是非常肯定的就是，伊个声节过好，声非常个非常稳，头嘴非常稳，后尾就有点慌张哦。唱歌也有非常到位，爱表扬一个就是伊个家字，家字非常清晰。这个就是不好双手，哪位双手？你哪能着你隔离离得开呢？你咪爱听啊？哪能一个隔离离得开？阿黄弟应该的，黄东刚一定呀。我来打这个就是那，卖为了动作就动作啊。咪打老师那这个你个动作，我就讲这笔，但是内心的情感波就输哦。每一个动作拢得。表达出伊个咩意思啊？伫发自内心个，唔系啊！但我就是这比方伊之前感觉，每一个动作佮表达咩个，那个面部表情内心的有情感，谢谢。哦，谢谢，谢谢老师，让请所有双手静态。系啊，老师。系啊，老师，不敢多讲哈。我补充一介，关于就刚才啊，伊当老师打过个，咱票友个演唱比赛呢，我个滴看是以强为主。当然有表演、有光幕、有动作是好，但是卖为了表演就影响你个强。刚才唔单是一人一队，有多少一个人咧，都是自己形象最大。为了表演，然后咧把整粒骨在个帮到表演个动作上，放着咧是影响了你个强，就是咧会影响总体个效果。另外，咱。调节好在唱诗这段呢，到目前为止有专家发现有一撮错字噶错音，甚至咱名家有时候会反而读错噶唱错，所以咱当咱有认识嘅情况下，会再错嘅再提醒呢。不光是专业演员啊，吼，譬如话吼呢，都需要做一个修正，即系是对个属严格嘅态度。比如刚才，鸟为之黄黄。哦，真难的是啊，哦就是错的。连环挂，咱有一个成叫做菜刀环挂，哦，所以错了，咱就咬着改过来。莫因为咱名家错了，咱都对错。好，我提一个建议，好，坐下。坐下，指导老师的专业点评。可能这次咱个四海电影全球的个票或者活动啊，启动之后啊，我跟你讲，希望相当的应该是咱个票友，因为票友呢，多这个活动多半呢得到了锻炼，但是呢，交到了新的朋友，还有咱专业老师的指导，相信从咱两个是希望满满的。但是呢，咱这个票友今晚来到了莲湖区个九重社区个演出。得了，咱红星高，从咱精彩表演，红星高指导老师，好，咱这个片有个精彩表演之外呢，咱也了解到了这个社区一个发展。咱中央这个社区呢，能够更加和谐，然后呢，更加团结，如来如何？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今日带个荧幕梦，四海电影长久第一。好，来那个等一下，摄像机先不关，我们补录一个结尾，补录一个结尾。刚才选手没有走出来，我们结尾重新来哈，重新来补录一下。本来我说了跟他接话，就是他接话，以后不要这样。